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乌克兰，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其实以前就一直想来，因为他们就说这里的人每个人都长得很好看，然后就是想说，哎，那我想来这边玩，可是没有想到第一次来这边竟然是拍 MV， 就也是因为少年企划介绍，然后这一次很荣幸的可以跟阿兰导演一起合作。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。Yes， 我不在。大雨痛苦大雨这世界，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。他的闪耀，他的孤独。